赵成哥，你在办公是不是？对啊，办公办不好了，好老的话。哎，想问你一下，天使星是什么啊？天使星。哇，这个好大的问题。其实因为我观察哦，很多身心障碍孩子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是很快乐，不做作，他们快乐的像天使嘛，背后有一群为他们操心的父母或是手足，我想那个就是天使星。社会大众如果愿意来支持这样家庭的也都叫天使星。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有天使星啊？这个大灾问哦，我问你，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好人？好人一定要他做好事嘛？你故意去做好事那就不是真的好事，施比受更有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回应好像世代很多人有那个热心的，我觉得一个互动，所以天使星他会越做越多越好，是我们可以发掘很多的好人，因为你帮助你支持你友好的这些对象，他不是虚装出来的，他先天好像就被赋予一个使命，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他，这是多好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一颗天使星，想知道有关于这类的问题请关心天使星。